今天是很激动，因为这架飞机呢，前面经历了陆上首飞，还有水上首飞，这次呢，经受了海水的复杂情况的考验，它既会飞，又在可以在海上当船用，确实是两栖飞机。我在空中是机长，在水面上是船长。 整个这飞机呢，无论是空中的状态，还是在水中的状态，都是表现不错的。今天的驾驶难度跟往常基本差不多，水面呢还是比较理想的。后面呢，我们会找更大的浪、更大的风向啊、侧风来验证飞机的性能。